等哦，就爱跟人哦有礼貌，亲像你安尼三句顶两句吼，你会去得罪人，你知无？啊，就是遐细，就是低，食饭就爱牙低。是啦，应激应激啦。啊，无要安怎呐？来甲你讲安尼济啊，有甲我传好势无？传啥？啊，毋是要来中街写诗卖莲吗？有啦，我应该你上好你的迄号地理，要代理的倒一档。你咧讲啥？写诗卖莲要倒一档啦。较白白了啦，行来去啦，加讲话啊。啊，免唱啊。行。啊。无你寸步难行，少爷来甲伊讲。你讲我哈多？你放心啦，小姑娘对你诚不足，方才所计是你落去，我的家人捡起来，我是讲不给援助，才摕在手中，不贪不处，你唔通误会。这，甲你看起来你咧讲话，感觉吼斯文文质彬彬呐。你讲话吼，我听入去，无定就是我无说你，所以啊，这个苏金才让恁捡到哦。也毋过，迄是恁什么人啊？我某啦，你某，你错。
靠腰啊，无你代志去边啊？你讲啥？你是公司？是歹势啦，是歹势啦，是我看了就入神，我的家人甲我话，我才来话，那是我的唔对，请你唔通见怪。莫安尼讲啦，过来过去嘛，怪我家人哦，伤过当意哦，所以啊，拄只哦，甲你骂做贼。那换做是我，我嘛无爱哦，平白无故去用侮辱一声啦，是我对你较失礼无？不打不相识。见面就有耶，外面请问你尊姓方面？我叫做罗彩虹，啊，你呢？自我介绍。甲你，我这个毕九龄。毕九龄呐？是啊。一切所在，真正无看过你，你是这伫咧做啥物啊？我，我是艰苦人，你袂会。我读这所在，挨打伫写诗袂灵呐。你写诗袂灵哦？是啊。安尼意思是讲，你有读书就对啊。淡薄啊，尔尔。我唔知影哪呢，我自细汉哦，我最欣赏哦，爱读书人，爱讲话哦，大好文啊，佮彬彬有礼，莫像阮大兄啦，土人一个，佮无爱读书，我也感觉哦，爱读书人讲话，感觉爱知识加一悬的呢。叫老安尼，你的意思是啥？我的意思，我有几句话要甲你讲，唔知叫恁兄你想怎样嘛？我大细你就对。所在，说一份姻缘字，你敢无感觉我是一个善秀才啊？无要紧啦，阮家庭嘛无爱好过啊。我看你哦，非常有抱负的查甫仔，人伫你讲啊有抱负的查甫人，迄根架头哦最爱考考。既然啊我讲出嘴，当然我就是心甘情愿对你，只要你点头答应，若要照顾我彩虹，无论以后食苦食歹，我拢甘愿对你啊。真实的。你是不是这么坚定？要哪呢？咱的婚姻就一言为定啊！虽然是一言为定，也唔过空嘴无舌。我需要嘛，你也先过家来跟我讲亲，那亲事定落来，安尼我才会安心。过家讲亲，嘛袂用讲哦，两手空空去恁家。你要讲什么亲？我要讲真啊，倒回来，头一摆见面，无见无去。你讲你个大兄弟，伊敢会承认我嘞？你讲你嘛有影啦？你过家讲亲，无物件，阮阿爷一定看你袂清淡。啊有啊，安那？你唔免歹势，你即马哦，无物件送我，也唔过我哦，来。我一看个手指，看到了专业指导啊。这个个手指。这个意思，这个手指提起恁阿爷就有声音啊！是啊，这个手指代表咱两个啊，会伫
人情信物，你来去阮家提车，用这架车子甲阮阿爷讲亲情，真实嘞。既然阿干的是有这架车子，我就有信心去你乌家的所在，顶阿爷讲到婚姻大事，你跟咱对我唔好讲大话的话哦。我知影啦。要哪呢？我当然要先倒回来去啊，你也一定要来阮家哦。放心，无歹行，你偷偷行哦，我一定会去。再会，玉玲。慢慢行。再跳过。遐一个狗啊，遐一只哈鲁啦。哦，遐一只狗啊啦。你今仔无啥正常哦。哪能无啥正常？人讲哦，对查某囡仔都温柔详细。伊要行过遐，有条狗叫跳过狗，看到。对啊，对，查某囡仔温柔强势，你拄只面我想靠腰。伊就带腰后面讲话啦。不是啦，你若无想看卖这个查某，绝对是有阴谋。你也知影伊无啥阴谋。煞唔知影吼，伊条狗了一条的丝巾，你若捡到，你若翻头讲阮是贼，你若即马吼，你用伊的美人计，甲你骗。有可能吗？有，这查某吼，我看到伊的肚脐内底。嗯，无可能。这查囡仔虽然是面火如莲，也毋过咧，伊讲话哦温柔详细，绝对毋是像你安尼讲。唔对，伊这查囡仔一定是吼，荣华追性，爱荣华富贵，以后就是哦无爱你啦。伊只是哦想讲哦，你以后哦什么大钱无大钱啦，以后伊也看到一个哦，搁较缘投，搁较有钱的。绝对给你哦，离去海口吃番薯啦！这句你讲的，嗯，确实啦，有这一天。我这哦，读书人啊，就看淡青花，伊会陪我。陪我，你陪我。真简单啊！你讲我这么缺德，我嘛给你扮一个较好听的。安怎？如果若反背我，你会讲我真话就给我冒出来。冒出来安怎？和你佚佗。和我耍佚佗，嘴巧无凭。乱来啊！哈，我意思就讲袂啦。你闹人相思即行个啦，我你讲伊就死啦。啊，我讲目睭要冒出来，安尼你讲袂相信我嘛？好啦，免讲，暂时相信你。我吼，等一天吼，目睭就可以挖出来吼，七龙珠。唔免，七龙珠爱七粒，我才两粒尔。我你讲，上伊有在讲，伊哦，定情个媳妇定我遮，咱来换一撮较水，来去乌家讲亲。伊若无用看破下手，知无？看破下手，伊也知你算计就歹过你啊！你掂掂啦，行来去啦，衰娘去对你来去。Yeah.
是哪一个青鸭子？青鸭子，我无注意给你弄着。玉玲，是你哦？你奇怪嘞，啊！你拄则毋是刚刚分手离异哩啊？啊！你应该是倒转去厝诶。啊！你若连来遮，哦，我知影。你想我要来阮家找我对无？你叫我啥物？玉玲啊，我是玉玲嘛，毋对啊。你袂记哩啊？咱拄则诶中间较熟悉啊，我是用彩虹啊。彩虹？哦。哦，原来是彩虹你啊！你哪安尼啦？无啦，啊，我着向我弄一个吼，啊，我拄仔咧想代志，有淡薄仔拍着惊，才会袂记你较早的代志咧。你这少年着这个镜头哦。是啊，我做无用啊。做无用诶。贵人不正。连我讲要袂记字啊，啊咧拄则咱讲诶话，你感觉拢放袂记哩？拄则你甲我有约亲，你敢知影？约亲。有，何尚，你我双人有讲了婚姻的代志，干嘛呢？是啊，你阿咧讲到心意心意，那安尼哦，我送你的物件，你敢有收存好势？你送我物件？有来吗？有啊。嗯，手指哦。哦，是安尼啦，手指哦，可是我跟你亲情讲好势，我就赶紧要去找媒人，过户公证啦。因为我把迄个手指交到迄个媒人部啊，甲伊讲这是咱的定。信了嘛？你哪敢迄个手指送给别人啦？啊，不是啦，因为我就想讲哦，既然叫你已经约亲讲了好势，我要叫媒人哦，摕迄个定情信物过户去提亲，伊一日赶紧哦要去买门饼，啊，无注意手指才掉在伊啊，不在我的身上啊。迄个手指哦，迄是最重要的呢。虽然唔是介值钱，啊，我着讲啊，唔免叫媒人，你爱本身去阮家，阮阿兄哦一定会看你的老的。来啦，来啦。归去安尼这麻烦，我才够有啦。借互你，你即马莫阁走啊！我等来阮厝诶，你凊彩吼，然后一个破手链落去煞买着好，马上来阮兜。既然你会交代番哦，我袂去送好多，我即时也着准备一寡好礼品，我到恁兜自己去提亲。我先倒转来等你哦。等我。恁兜会倒，你知无？你应该为这方向去啦。哦，家嘛。对啊，为这方向去啦。我会晓问。你拢无甲我问，我唔知恁家有人当个。你这么古锥，若问五彩虹，一定有人会知影你啊。我相信你哦，我等来哦。等我。这个查某囡仔哦，身色真漂亮。虽然哦，甲伊早初见面，也唔知为虾米，居然当了跟我叫做玉玲。因为我伫咧隧道，想来我有钱，居然交代这个手指伫我身上，我着准备一寡礼品，马上往到伊个府上向他提亲。